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本台最新消息，胡锦涛主席特使国务委员戴秉国16日在平壤同朝鲜第一副外相姜锡柱举行会谈，双方就中朝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今天下午，日本召开特别国会指名选举，日本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毫无悬念地在选举中获胜，并当选日本第93任，也就是第60位首相。日本新内阁名单也在今天正式公布，从而开启了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联合执政的时期。今天下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先后召开全体会议，举行首相指名选举。在首先举行的众议院投票中，鸠山获得过半数的327票，在随后进行的参议院投票中，鸠山也获得过半数的124票，鸠山因此当选日本第93任首相。众议院全体会议在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投票前，首先投票选出了众议院正副议长，前任副议长民主党议员横路孝宏当选议长，原防卫厅长官自民党议员卫藤征士郎当选副议长。另外，前任首相麻生太郎也在今天上午召集临时内阁会议，宣告内阁总辞职。今天下午当选首相之后呢，鸠山新内阁的成员名单也正式公布了。之前对于这份名单，各界有着诸多的猜测。那么最终出炉的这份名单有什么特点？日本舆论如何评价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连线本台驻东京记者孙岩。孙岩，你好。你好，张宇。虽然针对新内阁成员的构成以及有可能发挥的作用，日本各界是如何评价的呢？是这样，张宇，实际对这次内阁人选媒体一直在这个不断的报道。那么像我手头拿的报纸呢，也很清楚。那么整个内阁人员的这个照片一览无余。那么首先呢，这次有几个特点。媒体认为，第一个呢，就是新内阁首先是这个老将掌舵，新面孔多，这一个特点。首先呢，你像这个报纸，我能看到中间的这个重井裕久，这次负责财政这个大臣。那么这位老先生呢，实际已经77了，那么可以说老道不老。那而且这个老先生一直是资深议员，同时又是三届这个内阁的成员，同时呢最早还是这个大藏省，也就是财政省之前的名字叫大藏省之前的阁僚。那么可以说一直以来作为专家型的这个官员一直在这个起着很大的作用。那么这次呢，请他的媒体都认为，也就是目前鸠山新内阁呢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经济问题如何解决，用老将呢来进行掌舵，有他的用意之在在里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新面孔也比较多，像这个几位这个参议院来的，包括这个众院的几位首次入僚的人都是这次